在这出戏当中呢，杨华生先生扮演一位糊涂的爸爸，他望子成龙，对自己的儿子百般溺爱，结果是爱子反而害子。老板，侬是谁去了？我去，侬刚刚你不保证，侬好去。耶，怎么我请假了嘞？请啥假？请病假。那么上个啥大毛病啊？那么上个啥疾病？侬不能去的，侬要去自然要吃点功夫哦。哦，吃点功夫，干嘛那么伤你呀？啊，不能去啊，不能去，吃点苦就不能补不上了啊。补上不了，得叫老师来补课呀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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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耶，老师侬是学费下去了，那么中早要补课了。哎呀，我去了，哎去了，哎，小妹啊，侬得需要包下张病假单子，等写好纸再送得去，好吧？哦哦。侬要给我买几样物事嘞？哦哦。那么生日嘛，侬要去买一只寿喜蛋糕。哦。来嘛，买眼最好的酒水嘛，是不是？来嘛，买点巧克力，好吧？哎，侬还得需要包一家点帽子走嘞。帽子来嘛，侬等我，等我再买点人参片。人参片做啥？人参片我吃呀。哦。因为周师傅讲了，我有心脏病的，光吃人参片下去好。侬等我去买一买，好吧？好的。钞票嘞？上趟我叫侬买物事，侬早头给我吧。哦，早头上趟还有两样就够了。啊，搿侬也勿拨我呢？要命啊！大智告你。哎呀，那个，因为我跑过去护照店门口了，发现一双玻璃丝嘛是一头银的，就五块洋钿，颜色尺寸才正好，侬才欢喜的。哦，哎呀，搿双袜子五块洋钿倒是不算的呀。搿侬下趟多放眼钞票在我身边，好脱皮一个。哎，这个这个这个什么？娘的嘛，好温柔温柔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来侬下趟看几种便宜货都买眼。啊，哎，哥们，孙亮，侬等我去买去，好吧？啊，侬这个，哎哎，孙亮，这个侬等我箱子啊，去翻一翻，啊，哎，我去封你了，等我奶奶出来。侬要看到衣裳最好，哎，孙亮，我来呀。侬要看到最多的烫一烫，哎，孙亮，跟你明明就去呀。侬先去等我翻，好吧？那么我去出病假去，我自家也要出病假的。哦，我病假，妈妈去病假去。哎，妈妈再见。哎，再见啊。把第四个我弄好呀。小宝，啊，刀片刀刀片了，啊，刀片刀片啊，刀片呢？爸爸，哎，咦，侬拿钞票袋里的不扛，扛了一张纸币里了。动静的事情，小刘不要管啊。耶，爸爸怎么扛了一张纸币里的？耶，大哥。我到去背起，你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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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了呀！哎，听见吗？啊！那大哥呢？哎，这去哪里去了？爸爸，这去啊！你啥么子行么子耳门了？那爸爸就怪耳门。哎，爸爸在开耳门哎个。这不啊？哎，妈妈饼干请好嘞。来，干啥？好，我跑到医务室去。前桥小组长来了，一口气我用奶奶侬人又不来事了，哎，我说我心脏病又发作了，那么要不侬休息吧，那么我就休息了呀。妈妈请病假病到的，妈妈厂里向出名的呀，才晓得妈妈是半条命呀。哦，妈妈还刚来个。奶撒谎。不是撒谎，这个又不是撒谎嘞。这个不是撒谎，这个叫门槛精明的嘛。有种人哦，有只病假的，眼睛不清去上班，搿种人嘛，真叫缺西的侬讲。那爷呢？爸爸出去买么子嘞？哦，哎，去这些了。哦，还没走嘞呀？哎，我吃不见爷，哪还不回来了？要去啊？啊？侬出去没辰光走来的，那爷比侬聪明，一到辰光挂来时就会得走。是啦。哎，爸爸来了。哎，那爷去么子去？把这个纸箱包来嘞。呵呵呵，我爷爷在哪走来了？来来，快快快快快，买是吧？买是吧？买的。哎，小宝的帽子你买了吧？帽子买了，我买个小小海军帽。哦，搿顶要紧的帽子嘞，帽子呢？啊，没吧，没吧。你帽子呢？帽子啊？侬哪敢没买哦？我发票开的嘛。要吧？得了。哦。哦，有好帽子。哎，好好好。哎呦，漂亮吧？你看那女子漂亮吧？漂亮，这样呀。啊。哎，我把人参片买了吧？买了。人参片，哎，对呀对呀。一定要进来，好的好的。那么，你一共买出几点啦？谁有发票吗？发票的，好的好的。发票发票。哎，发票报销。发票报销。发票报销。
旁边放下，喂，旁边放呢？旁边放呢？侬旁边啥天？旁边没吃呀。啥天吃旁边了？哦，人家跑来跑去，跑东跑西，跑到你啥时候旁边去都可以了。哦哟，侬误会我意思嘞，我意思讲是侬你没吃了嘛，旁边不解渴呀，搿么侬应该吃汽水呀。汽水贵哎。搿么汽水解渴呀？搿么旁边便宜。你不应该吃汽水，说旁边。哎呀，爸爸妈妈叫你吃汽水，妈妈汽水就好了。好好好好，下趟吃汽水。搿下趟没事体不吃伊啥体了？哎，搿么侬多活了几天啊？睡觉真好。不可能的，买物事我了睡觉正好一点也没多，一点也没少，有的。哎呦，刚认真的，我才十八十小了，还有五分你早的。算上五分啊？哎，哦，搿算了算了。拿了没有？好嘞，算了哎。摆了十八十小。摆了身边碰碰，做些有啥要紧要买，辰光好拍拍用场。好，妈妈等我催明家去啊。催明家去。对，送来啥了？嘿。爸爸。帮我一块料啊！帮我一块料。爸爸没钞票了。爸爸有钞票。爸爸有钞票，能妈妈弄了。没有啊，帮我一块料。哎。谁来？帮我一块料。没钞票呀。哎呀，帮我一块料。好嘞。好嘞，帮我一块料。上来。我有钞票呀。哪里来的钞票呢？我有钞票啊。哪里得来啊？拿。铁币。小徐，我当铁币了，徐哥，刚刮伤了嘛。你来离开。到苏州来有一个钟头做功课，功课做好去，不做好没去。谁来补一块的呀？让我休息。一块你补不好了，两块你补不了。隔壁的又补。养一个儿子搞烦了，不应该养两三个儿子，那个哪能来做女的？谁来？谁刚上路的哟？啊，上路的哟！啊，你上路的哟？上路的我小时候不好听。爷，我听爷爷。他不干嘛了一个？上路的我，上路的我不应该听啊！钞票嘛，钞票嘛，可不人家的。哟，自家钞票嘛，靠衣裳做工丢完了，俺没钱啊！衣裳做功课啊！没事了，那个谁了？哎，好了好了，那个误会，发生误会，那么明早。
叫壮壮。好好好。8:30。好好好。我来了人民法院门口等侬。哎，少姐。离婚了。妈妈，我跟你讲呀，我都要离婚了呀。我跟你说呀。有了，有了。哦。有了。你是谁啊？啥去的？哦，要么是个名人生片的事体啊。哎，对呀、啊，人生片哪能一桩事体啊？侬倒要讲搞清爽啊！哦，人生片是搿能个，你快点的人生片，我都是买得来搿瓶，市场上向勿是人生片。咦，搿只瓶勿是人生片瓶啊？搿只瓶是药房里淘得来的。搿么里向啥片啦？里向是一公分的苏打片。好、啊。五块钿一瓶人参片，侬买我一公分钿一瓶苏打片，侬实质落了卡又要卡我。四块八毛半。刘梅，你算得蛮对了，还弄混啥片？啊？哼，不是搿桩事体。不是，我这个是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那个，李小姐没了。没了是吧？没好，搿么明早早上8:30，我人民法院门口等着呀。我这没这样，哎呀，我把你搞呀。有呀。我实在没了。有呀。狗啊！哦，要么一双玻璃丝嘛事体啊！哎，对呀、啊，玻璃丝嘛哪能一桩事体啊？侬老实交代呀！哦，我真的老实交代，我彻底交代，争取扩大使命。玻璃丝嘛是搿能个，我总讲旧货商店买得来，事实上嘛勿是旧货商店买来。我啥时候来个？那侬往家里挪出去。哦，前两年。我还不记得上玻璃丝嘛，自动带的。是的，我拿出上玻璃丝嘛，到旧货商店估价的，旧货商店人讲卖给伊6块，起码还卖7块。我想一样卖嘛，这个卖不侬算了，我再卖给自家的嘛，总要便宜一点的，算5块。好。是的，我要侬凭什么卖给侬？不是个价钱。好吧。一个字啊，我可是没了，可是没了。没了。8:30，我人民法院门口呀！我跟妈妈讲呀，爸爸，你把你搞呀，我搞哪里去了？爸爸，爸爸，实在彻底交代，没来呀？有啊，没来，有啊。那么侬去放牧场还有啥嘛？妈，太美。子君。我欺骗了，我错了，我卡油，钞票放了衣裳铁皮里去啊！哎，小宝，怎么跟你欺骗呢？谁晓得？春秋60个年轮，6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，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间，但是杨华生先生却为滑稽事业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我们祝愿杨华生先生艺术青春永在，祝杨华生先生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